我是第二小太平，要拿钥匙。没关系，因为这样我就不用拿钥匙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那你要跟着我、哦，哼、嗯，你跟我牵手还是可以牵的，我给你一个手还是可以牵。好、嗯、，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早安啊！我们今天要上学，不是今天，对，今天我在讲什么？今天要带棉被带，今天比较特别。然后我朋友说他很想要记录，先过马路再讲，先过马路。找到很难了。对，要在马路上讲。我拿这个坐垫的下面。对，今天是彤彤帮忙拿脚踏车停止座椅。这其实都是我的啊。对，这其实是你要用的啊。好，这边比较安全，这边在公园了。啊，我今天因为那个幼儿园上礼拜有拿棉被带回来洗，所以上学的路上东西会比较多。然后彤彤也说他想要把它记录下来。要爸爸来拍，平常如果是这样子我通常都不会拍，因为一只手拿着这个，一只手拿相机，一只手要拿这个棉被袋，很大，我比较不方便，然后还要拿亲子座椅、啊、不过今天彤彤帮我拿，然后他要说很想拍，所以我就还是把它记录下来吧。那我们就去上学了，先来找一台车子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台好了，这一台调一下杆子，里面有一个树叶的这一台。调一下杆子，哎呦，我都是七八，我的腿长都是八。八。八八。好，谢谢。哦，你帮我弄好了，那棉被袋先帮我拿过去，不用夹夹的。好，谢谢。我先放着好了，没关系，我先放着，可以了。你放书包，你去放书包，我用脚夹着。你去放书包，嗯，彤彤加油。放得到吗？树叶好几个。树叶啊，等一下啊。而且好几个。好，我帮你拿起来，你自己拿起来吗？你还给树妈妈好了。不会影响到你吧？因为树叶上面就是树啊。通常是我本人拿它放，有了。这干什么？不是，很不习惯拿过来的时候已经把它套好了。通常是我自己会来套再锁螺丝，所以我说好不习惯。哦。咕咕咕咕。姐姐，喂，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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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刚刚抓太紧，就是崩了，看看，是这样子。嗯，铁柱。等一下啊、哦，我先把它退出来。看这个，好，来吧，我扶着。好，哎，虽然东西有点多，但我们还是合作顺利完成了。你把帽子戴起来好了，后面这个有点凉。哦，有一阵风。打个招呼说早安啦 ，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早安，我们要去上学喽。Hello， 拜拜。那你怎么又拜拜？一 Hello 跟拜就拜拜。为什么那么拜拜？因为我
因为我要去上学。对，因为要上学。然后放学，然后放学时间里的影片要结束了。差不多结束了。不会有下一段了。有时候放学接你的时候也会记录一下。那今天天气不太好。刚刚早上妈妈出门的时候还有太阳，现在好阴哦，感觉好像会下雨。而且有点冷，不过我觉得冷一点好，我喜欢比较冷的，这样子很有冬天的感觉。P8 是他的车牌。你去看到那台很特别的摩托车，为什么它就车牌只有两个字？它是重型机车啊。我们前面那边来得及吗？来不及。前面那边剩十秒，我们要等下一次。如果是摩托车就来得及，我们脚踏车来不及，就等吧。这边红灯，要稍微等一下。等多久？没有秒数。没有秒数。是你们班的吗？是同学吗？爸爸，这就是几秒？就是几秒出来了，对。99秒，对，因为他超过了，所以他就会那个很多秒。他超过的时候就不显示，对不对？他等到少于99秒的时候才会显示。现在剩70几秒了。要戴口罩哦，哦，进到教室，穿好鞋子，进到教室戴起来，哦。这礼拜就可以去领 GO GO 了，这礼拜六就可以去领了。好啦，换我们走啦。99秒终于过去了。对啊，换我们了。安静多了，那边好吵。是我们后面有车，我们可能要靠边一点。我让后面的车先。你在他前面很有压迫感，后面有车子跟着，感觉会很紧张。到了，转弯有车。哎呦，我减速之后要再加速，就会需要比较多的力气。车在会车，
等一下，一二三，哎呀，好，好，口罩戴起来了，好，好，来，走吧，出发。这边里面手酸做动了，从下面啊，还有这个，这里可以吗？要不要帮你？可以吗？但你没办法跟我说拜拜嘞，拜拜，彤彤，拜拜，拜拜，下午见喽，摇摇晃晃的，拜拜，彤彤拜拜，好，要戴口罩哦，拜拜，去吧，好，就拍到这边了，大家拜拜。